肘子。这个酱真是绝了，万物皆可配，你可以配米饭，加馒头，加面条，拌面条都可以。哇塞，把的肉，把的肉配面条，然后里面放这个酱，这个酱特别好吃。锅的辣客现在最火了，拌面条吃，拌米饭吃，加馒头吃，绝了。
给它换小一点。这样就能看到了。主要是这个酱好吃不贵，一块九不到两块，然后是19.9发十盒。
花肉。再盖饭。鸭皮。
这里面有鸭肉，有牛脸，牛脸。